我的钱给你付了啊。姐，我给你叫从镇上那儿来一趟，我问什么？哎，好，快点，行，快点，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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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他吧，给他吧，他快点，给我也行，给他也行，行，给他吧，我再来一刀吧。胖子二十，来一刀吧，来一刀。您还差排骨吗？姑娘，好了。不是肘子，不是肘子，多少肉？多少肉？我看一眼，你肉多少？酱油排骨。要叫这肉多少？这路上吗？173啊！这炼油，这阿姨16斤，给他弄排骨，给他弄排骨。啊，173。那有卖驴肉的，卖驴肉的。板油怎么卖呀？这板油七块。那个就是这是什么板油啊？驴板油。这以那个呢？猪板油。这是多少钱？七块。七块。驴肉。这驴肉。那是腰。卖驴肉去，卖驴肉去。非要上腿，后腿上。二十五一斤。14，腰子吃，就吃吃馅儿都可以。什么样是咬一勺烙饼儿？烙饼儿应该弄那个挺香的。对，烙饼儿要脆。能吃，驴肉馅饺子。和面还可以吃。和面我就喝一勺，给我炖排骨啊！我给你剁。行。我卖点刀肉的给你剁排骨。
排骨去。驴肉啊，驴肉41。行，谢谢啊。我先卖点肉。来这儿。哎呦，这个毛怎么办？我奶奶，奶奶，这我可弄不了。我一拿锅一蹭就。我弄弄吧最贴多少钱？640。我是最贴多少钱？不要那皮了。要皮。要皮，软件皮好吃。啊。带皮的鱼不好吃。带皮的鱼带皮的肉。猪蹄的，猪什么？猪血啊？猪蹄的？猪蹄25。来一小钱。猪大肠多少钱？猪大肠20。一斤卖不？32这个啊，多少？432。微信收款175元。这40。吃肉，只剩哪里头？最后。累，过来累。看一眼，有垮，没猪肉这么多。有时候可能料都给扒里边去，都给扒出来。Thank you.
这什么是猪肉啊？母猪，黑猪。这个？对，自己家养的都是。这怎么卖啊？16。哦。早晨现杀的都是啊。哦咱这排骨买吗？排骨怎么卖啊？排骨20，在千骨。把人没有了。有没有剃好的排骨哈？不是吧，都在这儿呢。排骨哪卖呀？都在这儿，这是驴的，驴本肠38啊。来点，都在这儿20。这有绞肉机呗，买馅。绞肉机啊，买绞肉机排骨卖的慢。黑椒是吧？嗯，每天都抢了，今天慢。来点排骨，来多少？一点一块，对，一下块。一块还带枪骨啊？啊，带枪骨20，1块钱枪骨20。我这没有别的货。坐一下。16。90的啊？多少？90块钱。这么点。我这没有别的货。22。你要是还有还没剃的。排骨干呗。好，20。师傅给我切一份。好，兄弟，哎，叫师傅，不要啊，来一起。来了。哎呀，今天肉装一块了啊。来点骨头，骨头肉吗？这鸡肉，我这个天然肉，我要提取瘦。这是吗？也有。是。这是。这也还有。这全是肉，猫肉，是吧？您要套蛋，自己上那拿去就行了。我说您要再套一个蛋，114啊。我等会儿再给你。